从洪市长这样的理念嘛，因为他的自己的形象片里面是主打公共形象。今天不是公共，因为是爱改革谈我们这个所有立委申请人大家哈、自己的问题，还有提出什么样的公共事情。连接，连接互动。安尼，所以你不讲把他的代志啦。因为他看到一些焦虑，啊，说有人还有可能出来选，会不会有点焦虑？啊，回来回来，有信心。侯市长，我听他这么讲，他有信心。我们觉得他一步一步来，最后呢还是他的有信心的。现在还没有，这个议题我们今天会谈。好，我们谈他们立委。是的问题，还有呢，怎么样跟侯市长把我们连接，彼此间彼此间互相照应，彼此间呢互相照实，这个呢，我赢得选民的支持，赢得几安。